才刚出门，我马上就到早餐店，下掉了两杯的大冰奶。所以我唱很小声，把冲出来，妈祖托梦给我爱你奶。匆忙走到厕所的时候，同一时间你我都到了大门口。我用力挤，你放手到哭，两层其实是转头发现特别粗，就像在密室里，谁在里面？我是 Miss Lee。马桶水隔住一位，等待冲水声给扑通机会，扑通一响应该没有人听到，旁边的不要偷打等我讯号，隔壁间的声音给我小一点，走出来却不是先生是小姐。好笑哎，十个，这应该是合理的胃口。我还是觉得铁巨人是对我来讲比较把这首歌有唱好，但是唱好是他表演的比较好。但他的歌词实在太水了，对我来讲，就是那个歌词的水，就是现在某些饶舌歌手有个通病，遇到这种 beat 他就讲 vibe。嗯，像谁？像谁？像是、很多人嘿，随便讲一个嘛、就是。不要啦，不要这样子啊，就是会想讲，会想讲 vibe， 然后觉得这感觉对了就对了，可是这个东西就变得很个人。那谁有在跟你讲 vibe 过吗？很多啊，大家买到 vibe 来 vibe， 上一次最后后房就在问说 vibe 是什么这样。喊你就够耶，从来不对谁有意见，别把我拉进小女生扭戏，甩开你的情愫，老子从来都不搭理，做起 real 都心血，不是总的快靠慈祥的衣服充电，不到这是你的肉心，亲爱的弟弟们抱歉，我所未见，不讲第二遍。Idol 有铁心，就今天这个 beat 他没办法，他一定要凶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比赛，所以他得要凶起来。哇，但是还是好可爱。